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据 Football Transfer 的消息，曼城在考虑向 RB 莱比锡求购卡斯特罗卢基巴。据悉，曼城已经在内部讨论过基尔霍加和约翰史东斯的情况。约翰史东斯持续受到伤病的困扰，感到令球会对于他在长期阶段的出勤率感到担心。约翰史东斯在过去数月受到一系列伤病的困扰，包括足部的受伤、外展肌受伤以及脚果受伤。这些反复的伤病问题令曼城看到了补强防守的需求。 Football Transfer 表示，卡斯特罗卢基巴就是曼城考虑的选择，他已经在近些年成为欧洲赛场上最令人兴奋的年轻后卫之一。报道声称，同 RB 莱比锡续约之后，卡斯特罗卢基巴的合同中包含一条可以在2025年夏天生效的9000万欧元解约条款，解约金在2026年夏天为8000万欧元，到了2027年则会降低至6500万欧元。多谢收听，记得 like 和 share 我们的片段，立即下载 M 直播，无论何时何地，犹如置身现场，睇尽足球、篮球赛事。